走，大帐篷，快点，大帐篷。下面那里。走啊！走走啊！火小子，介绍一下。阿木影，你要介绍你的菜。阿木六七八，这道是我们金针菇烘蛋，然后它上面有这个葱花做点缀，让食用的人可以有更多层次的味蕾的享受。没错。然后这道是我们洋葱炒蛋，我们洋葱采用先爆香的方式，但这可能跟你们一般认知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这组有自己的风格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巧克力之后的，Oreo 加牛奶 ，Oreo 加牛奶，还有微豆浆，加无糖豆浆，对，没错，一点点。耶！我送给第二边的创意料理，好用心哦。ATH2.3，垃圾长。皮蛋豆腐没有酱油，好好笑哦。你们要介绍啊？五六七八。哎，这个是我们精心特制，没有番茄，哎，不对，没有酱油膏的皮蛋豆腐。哎，听起来好没料。原味，原味，原汁原味。最注重的是我们保持那个初心，这一盘叫初心，这是我们最简单、纯真的我们。初心。然后这是变复杂的我们。他等下讲，他要讲什么？搞砸的你们哦。想想这个名字，番茄佐健康养生，吵什么吵？最后一道是我们的那个干油嘛，我们带着二，再加上我们第三届那个最原始的我们，刚刚的原始我们初心，对，这是二跟三这样结合在一起，然后这是 ATH， 就是我们看我们这整全部都 ATH。哎、啊，我可以问一下，那道的神分手吗？哎、这就最难做了。对，哎，我们自制的，它不止起，只有起司，现感的，不只有起司，现感现还有双倍食用。OK， 不可能遇到，你们可以想快一点吗？很久，我们就放弃了。他这样难做，这就很难讲。哎，不能太多音，刚刚不好上字幕。好了吗？卡掉了。好，我们可以开始吃了。好，放着。好，在干嘛？在干嘛？下班，下班。睡觉，哎，煮完了，走。认真的。那这个汤有点咸，其实还不错。好吧。你喝喝看。我觉得很好喝，我觉得不错。很有那个番茄原味。对。鲜甜。这就是我们保持的那个初心。好，真是有。对啊。我们来接新的任务了。好，没问题，一定的。刚才的那个创意料理啊，经过我们非常的细心，然后非常的激烈的讨论之后呢，有蔡友那一组获胜。等一下，怎么了？你有异议吗？好，你继续。然后你先说。我怕你会，就是要不好。你可以讲话讲快点。他意思就是不知道你等一下还有什么招。
对啊，不然等下你就知道了。好啦，快！OK OK， 好，然后另外一组就是幼云那一组嘛，然后你们就会接受一个小惩罚。没问题，没问题。那买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哎，会长不要那么的没有志气。好，就是等一下输了那一组，你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要把那首歌练起来。然后。然后要有那个效果，要有那个效果。没问题，五分钟起来。那我们就右左右。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加油加油！这赢家好开心哦。然后你这样，然后只有你这样。这样啊！这样这样。会长今天终于做事了。转弯打开那个。现在开始认真。大家好，我们是农科的骄傲。好来。看成果，看成果。我在守着影片。就是有点像是你们觉得可以写给自己一年后想看到的话，然后就写在这个上面。你在跟这个宇宙。然后你们可以画大树状或者是那个房子状的那个树状图，就是你中间画一个房子嘛，然后就写农科系，然后就出去看你们想学到什么之类的。大家请写心智图。彩色的，我们可以先彩色的穿名字上去。对，你们可以先把你们名字写上来，看你们要写在房子里还是怎样，就随便你们发挥。那么有好，我现在房子。现在是三点多，抱着两个棉被的小女生，你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五里，要去看雪。看雪。你要穿看日出，你要穿这样去看日出。对啊，好冷哦。请问两个人是昨天晚上就在这里吗？是啊，现在四点多，准备去屋里看日出，呼一度，呼一度，好爽。哎呦呦呦呀！干嘛？哦，原来是在等卖男孩的小火车。哦，上车上车。一二三，嗨，辛苦了辛苦了，大家早安。耶，现在是早上七点，只有日出没有出现，然后雾有够多的多，所以这次日出应该是失败了，但是。我们真的很疯，三点起床，然后四点多到这里等了两个小时，然后虽然没有等到，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要留下遗憾才会有下一次。还有今天还有一整天的旅程，那就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旅程会怎样咯。啊，封起来了，没办法上去了，辛苦了辛苦了。那是台湾南雀，台湾南雀是吗？对，是，好漂亮哦！这飞机很假哎、欸！啊走进去吧！这白云，白云蓝天草地耶、欸！哪时候要飞割草机来割？好美哦！明年干训的时候。下一站，好大声！我操！你干嘛？你干嘛？没有，我看看，然后被看到，我就这样，下去。来来来，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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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回正，红旗，好久没听到。两格的，他可能很努力哦，因为我挺歪的，所以他也能歪歪。这是谁在搞？原来是我们司机在搞。哎呦，非常好，非常好，100分。走地下道。好，你先走。
来账1560，没有是1560，不是的，我是突然。没有绵羊秀、啊、我等下跟店员稍微讲一下事情，然后你就上台，然后他就拿剃绵羊那个刀开始帮剃头发，靠人，帮剃了光头，哦是的，走吧，各位旅游团，我们到了清境农场 ，Go 吧，大家可以有精神一点吗？大家有精神一点，要盖手背章哦，盖另外一只手。耶、yeah, 欸、不一样欸不一样不一样，两个印章不一样。哎、欸、7秒我想砸成快了，我想砸到吧。哎、欸、我想 Hello， 我们现在到了清境农场，今天是天气不太好，起雾了，看不到山也看不到草，来清境农场走走。今天是平日，所以没有绵羊秀，但是还有绵羊，然后还有马术表演，然后就让我们看看我们第二届跟第三届的干部在清境农场会发生什么事情。快点快点，下指令了，快点。知道。哎，他走了，他不吃了。他觉得吃这很麻烦。不听指令。他跟着你走。哎、欸，放边！哎、欸，看到了！哎呀，哎呀，我也不知，好美丽哦，开满了樱花，樱花季。下雨了，今天天气真的没有很好，然后决定没有要去马场，要直接折返回家。笑大。下雨了。大家尽量吃，吃饱一点。更不能浪费。昨天也不能浪费，还是直接把那个桌子转一圈。夹完再等着。那边人转更快，对啊，还是我们。还是我们人转，然后在桌子旁边。还是我们在吃啊。很好，看镜头，很好哦，来哦，下一个哦，吃一口。吃一口。说口感。嗯。不错。这一幕出问。没有。没办法，那现在最满。太没有，好多人啊！指南宫，哎、欸，这过年是可以走路的吗？看一下那个韩国的那个什么街一样，那个什么，那个时速才可能一个人，对。求个彩，等下按女生，追，快点，大风不要吗？谢谢，真的出去玩呢，来哥，好冷，你看好了吗？然后想讲。我觉得很香，应该不错吃哦。我帮你后面，然后你们就在那里哦。然后你们先点，然后他当然好吃，我做他当我在什么意思啊？